西方圣诞节蔚为潮流，许多人知道要欢庆耶诞，但是却很少人有知道还有佛诞节。因此，新北市佛教会希望透过电影艺术来传递佛陀诞生的喜悦，举办了微电影比赛，让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以佛陀做创意发想，搜集相关的议题，进一步了解佛诞的意义。微电影比赛提供了五大主题，包括国高中职、大专学生到一般的社会人士都可以参加，只要拍摄20分钟以内的影片，就有机会成为高额奖金的得主。比赛更邀请了金钟编剧、导演等知名的人士担任评审。从即日起到4月30号，欢迎大众共襄盛举，将佛诞与艺术结合，把佛诞节推广成为国际化的活动。